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ley 陳如希。其實我是一個幾 casual 嘅人嚟嘅，即係中意著嗰啲 boyfriend T-shirt 就出街咁樣嘅人咯。短裙啦，同埋短褲嘅，因為只有五尺八寸高，雖然實質我係得五尺二寸高。大癲大廢嗰啲，同埋都幾多愁善感嘅，感情都幾豐富。化妝耐啦，脂油啦，慢啦。我唔係好想講係自己，唔使特別去刻意做作去營造出嚟嘅咯。諗起啲錯呢個字咯，舒淇。我諗起小 S 咯，希望做到好似佢咁嘅喺香港。我想起 Dudu 姐 Scarlett 和我自己咯，啲人唔知點解好中意喺我哋個名度後面加個姐字。 Scarlett 是我的閨蜜，佢都是 ViuTV 的主持人。